牌就可以直接带瞬间不凡，增加回复，其实带不灭也可以。更多火药，这带不灭好一点。我习惯玩瞬间不凡，我需要这个回复加速，然后拉好位置去 A 他。大海和人们被 A 两下，哎，这波直接 A 他可以啊 ，A 他个火刀很赚的，这波。他冰了我，好蠢呐！哎，我这波摊兵了，一个火刀就撞麻了。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这波要退啊，这波不太想退，但我没等着，这波退了有点小崩。我的仇恨将沾满血。没回 W 的话，先 Q 一下，感觉是有机会杀的。我的 Q 是不会被他那个自满挡的，杀到可惜。他两边要全吃。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他没点燃，我就保证好我这个血量就可以了，根本能走就地上走。我是真没线权，不是不想帮忙吗？真没线权。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双刀齐天。说完要关打小提毛就好打，为什么呢？给我发信号也没用呀，哥们。看着过去的呀。你大虫子给我发信号，我可以理解。你吸血鬼给我发信号干什么？死人们讲述着故事。是不是在塔下隐身吃不到吧？又一个。牛逼！我就说他怎么一直不 TPA 出来。不要相信比亚吉莫特的术。有机会杀，先吃个药。问题不大，好受多了。回来时会变得更强。这下就好打了，药还是要买的，这把要买药。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我感觉鼠标快了。这感觉鼠标又慢，我操！这不先把线吃完再跟他换血，线太多了换血不好。翡翠翡翠翡翠，黑色玫瑰翡翠。我上把打的是大师，上把的也菜。把残忍带给所有人。我说他半管经验左右。重生，
不管他，不管他，我这样支援我太难受。根本走不去，得吃很多苹果。错了，给你们发个信号，我得去推线去了。你像这种地方，我要走过来的话，会被打死。你看那刚刚那个小皮毛 A 我两下，就知道我多难受了。我得吃完西兰刀之后才能解决这种问题。我还是先保证好我自己的法力。我很少忘记事情，更容易忘记仇恨。他没闪。有狙杀我，我要有闪的话，大道闪现 A 点燃，最好用平 A 炸那，我还能再接一发 Q。我要夺回权衡的力气。但我钱就够出西兰刀。当心炸药桶！背叛，就是在伤口上撒盐。抽号啊，一会两三点再抽一个，两三点。既然刀有了，搞个针眼，再搞个闪的。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王的潮汐预示着我的未来。鼠标速度有点慢吗？是啊，我一直都是用的这个速度的，但是我感觉，我感觉这个速度偏快了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太快了。我一直都是用的三档，然后这里55，但今天这个好像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又一个。应该气灵启动。Shut dow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清算就要来临了。是不是档位键摁着了？没有啊，你看、啊、这是三档，这才是四档，更飘。这是一档、二档、三档，对吧？我一般都是用三档。没有记忆，但我有。一二档太慢了，确实感觉有点飘。我用50吧，用50，用50感觉有一点点慢了。更多火药。习惯一下就悲惨一无所知。哟，把他弄瞎。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没痛吗？大，他估计不会走，可能在那隐身。我有开个扫描镜头。An ally has been slain. 有提示。怎么没提哦？是小孩子的用词。烧吧！我的天！言语毫
has been slain. Out to Kwang Wang.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What's up? You look in that. An ally has been slain. The Shadi Ma Yen never can. What's up?我的妈，好亏的呀，兄弟！找到了我的憎恨。我来下，我来下。我有闪，早就把他们 AD 给宰了。就一个收集者加个魔看。当心炸药桶！烧吧！他挡的话，我就不闪现 A 他。要是没挡，我直接闪现 A 他。哇操！这唐纳山。哇谢套路哥们对面有大敌这有点难受啊这翡翠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更多我要我操啊傻这两波死的我好有点难受不该来下路下路这几波谁来谁死的感觉太弱了这波是可以操作没操作好我的仇恨我直接交闪躲第一发 Q 他要大我再用橘子解就可以操作一下再问一次兄弟们3000块钱出什么这弹了两件套餐确实高啊这里被他秒的我就觉得我看起来很有点变态心吗第二三次又一次有点痛，只不过是有一点点罢了。我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只是有一点点罢了。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他看来还没回过家呢。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Enemy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干嘛是先在边路施工？啊哦，犹豫了一下。哎呀，太晚了，钱吃到了还行，有点变态我，这个伤害，
我的建议是先找找小天毛发发财，能不能发财就看他了。这他来回家估计能直接掏一个大剑出来，死了也有钱了。本来是没有的，他是被我这个东西虚空之处给烫死的，所以会给我钱，算我猜的。那还不止，差点破开。哎呀，舒服啊，舒服啊，舒服啊！就需要那个。终于舒服了一波呀！老挨打怎么能行？爽到极点！又要踩，又要踩。我 TP 了，我操！跑不了，我把木木杀了再走。哎，我被晕了，他死之前给老子 Q 了一下。本来我摁了闪的，没闪出去，我有点奇怪。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名字叫眩晕。哥们的名字叫眩晕啊。吸血鬼这出装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我也不玩，我不玩吸血鬼。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太模糊喽！当心炸药桶！背叛就像在沙漠上撒盐一样刺人。现在辅助都蛮悠闲的。死亡把我吐了出来。那不是他们人都去哪里？让他们死！不足一击，缓慢下去。我干！啊！我干！三级七层了啊！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那蹲一波这个塔，但是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死。清算就要来临了，又一个。Sorry， 错了。好。
可惜，我哥来不及。我把 Q 留着是因为我怕被他 W 打，所以我平 A 两下丢个桶子，等他 W 结束我 Q 桶子，时间不够了。掉到阿木木怀里去了，我操！造孽！啊！还没有记忆。Enemy triple kill。要把名字。还跳回来是吧？哎呦，有闪哦，两仔跟我跟我。这东西看不到模糊的吗？打了一下他好像无所谓的血鬼去卖还是小龙重要一些我妈的不用出力的吗我操！出力都没有，跳过来就是1900啊！哇、哦，三千半呀！ An ally has been slain. 就这么简单吗？出力都没有，跳过来就是1900。哇！他就算在草里，他这直接秒我，我没想过呀，那没孤立呀。再什么说，哥们也是有2000滴血的呀。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当心炸药桶！死亡轰炸！我上！我这可不敢接、啊，大哥，看就知道想打我，就被我攻了，走过去给他打。弹幕跟锤石一样，我操，这个没炸到，弹，我操，跳走，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吸吧。那灯笼不可能接，我想死，我就接那个灯笼。
让木木想上来开呀。这里归我。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好歹你洗个澡吧。笑死阿兰，阿兰摔死，腿脚不好就不要跳那么高，怪不得不进化一，进化一就是跳太高了。我虽然失去了船，又失去灵魂，当心炸药桶。往上喊你阿妈，给你爆点，爆点猪筒骨，加黑豆给你补补钙，小伙子。不要相信维尔吉沃特的死。迅捷如风，好，阿木又来。就需要那个。这都磕不到，完够贪婪。小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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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呀，搞了一滴 buff 自满了，不会扣分。干嘛？我们去火龙，兄弟，搞四条火龙，我怎么输啊？哥们，这么快的说我 shut down holy shit man， 我从眼泪和海水中冲上。那给你道个歉咯，对不起，我死太多次了，对吧，差点让你带不动我。就把都死色死了，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烧吧，当心炸药桶。啊血没马的挂科事情，更不会忘记仇恨。上试一下，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他妈服了呀，人在我脸上打我，我都没发现。捡点碎片咯，吓死我！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
靠，还确实看重眼，怪不得会这么生气，牛逼！跳个毛啊！你还 A 暴击了？可以把平 A 暴击给老子暴死，操！